约拿书第二章。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“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营涧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，你将我拖下深渊。”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谁被驱逐？我来要仰望你的圣殿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。深渊围住我，海潮缠绕我的头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呐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身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耶和华吩咐雨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阿门。